鸡肉好吃，吉托里好吃吗？他说吉托里美味しいでしょうか。放鸽子，放别人鸽子。硬食的时候要加这个辣辣的腌菜，很好吃。然后筷子就是筷子是这一种，他们真的是这种没有打白的。如果要吃烧肉的话，要添一个鱼。桌上有很多调味料，都可以加。它是日本的那种粗粉细面纸，很多是这种甜点，跟那个新手店不一样，这个纸质比较细。然后一样是冰水，然后包饺子很好，像你早餐。进来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应该在想送爸爸吗？我以为是江总，现在来进来两组新的客人，那是小当年，所以这边墙棒没有进去，我们可能要来吃一下。多点墙棒面，墙棒面。有很多东西，吃那个海鲜，有啊，海鲜荞麦面，还有肉的，还有辣味噌的。那明天又出现在这里，都吃姜母鸭，姜母鸭都是它，就是炒菜酱。它掉到了姜母鸭，这一家也是点姜母鸭，就是小男人喜欢冰雪爆米。你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它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好吃，一样好吃。记得你可以加一点这个，非常香。这是我的吉托利一家面，就是全部都是鸡肉炒摩亚西，我最爱的摩亚西。他们日本的摩亚西看起来好肥哦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吃？再加上那个鸡肉腌制，一样很大碗的饭，真好。小菜是很简单的冷豆腐，然后跟一个小沙拉。汤的话就是放那个豆腐、面粉、就味噌汤。加这个红虾。植物的周围を探っていきます。包味材。味道可以吧？可以，可是真的蛮香。对，可能只有稍微拌煮一下，好脆，好好吃啊！是脆脆的，好酱的芋泥，好大。下面其实还有日式沙拉酱，所以上面明显只是用来沾番茄，不知道两种口味。鸡肉是用很有嚼劲的，应该是煮鸡吧，反正是鸡肉很好吃，太香了。炒鸡肉是800块，炸鸡是800块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炒面，长崎炒面。刚刚一讲过，又是长崎面。
声音。